这是安叔家的茶，线上销售赚来的。哇，这么多！而且我再告诉大家，这还只是个开始。 后边这价格还往上升呢。嗯，哇！我说一句，吴书记，你帮了安叔，不能不帮我们吧？对呀，老师，大家都要，大家都快，对对对对对，安静安静安静！哎，安静，让吴书记把话说完啊。来，那我啥时候说不帮了？可是那当初不是有人不同意吗？ 说这事也不知道呀。我早就说，咱们家家户户人人有份儿。听明白没有啊？明白明白明白。你们明白啥了？等他任期到了一走，我看你们就乐到头了。拉倒吧你！伺候太早，你这头猪像样，每次都他叨了。大家伙看看，合同，一会儿上来仔仔细细的看。 啊，我们跟电商签了5年的约，只要有产品，咱不愁没销路。我这个人，我漂亮话我不愿意说的前头。我还告诉大家，咱们后边的路不止这一条，只要咱们能把这个牌子创起来，到时候咱们成立合作社，保障销售，我们再请网络高手帮咱们推广。我就说实话，我从心里头。 我就没想别的，我就想，将来我能看见咱们村里的年轻人，咱不上外头打工去，咱们家家户户都种茶，团团圆圆的，咱脱了贫致了富。好，支持吴书记，好，支持吴书记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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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金山银山，哎，看那边，那边还有一个千年的老茶树呢，还有那边有一个山泉，我们这是山泉啊。哎呀，那个矿泉水又甘甜又好喝，包拯你们喝了以后就忘不了了。多拍点那个，你看那边的风景多好啊，你要不拍你就亏了。我跟你说，一会儿要谁要发现好的地方就告诉我，我就派人带你们好好转一转，好不好？老牛，嗨，别跑别跑，全是石头。哎，陈书记，你说我就带着他们韩亮嫂子，你就能够发工资？这我骗你的啥？咱俩不是签了合同了？哎呀，我太高兴了，我能挣钱了。你这挣上钱以后，房子能修了吗？能娶媳妇了吧？这些事儿是不是全落实了？哎呀，是不是？陈书记，哎，以后我就听你的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行行行，好好干啊。那我先过去忙了。哎，您得加价嘞，这不加价茶叶收不上来了。郝金贵，蹬鼻子上脸了是不是？不是。郝金贵，金贵，还你个贱人了，这谈买卖了？你老娘让车撞了，都送医院了。在哪家医院嘞？啊，县医院。哦，哎，大路堵了，走小路啊。哦村里就你有辆破车，跑这么长，今天说要休息。妈，妈，妈，您怎么样？是不是吴飞？是不是吴飞把你撞的？你先把我扶起来。哎，哎，哎呦呦呦呦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呦呦，没事。哎，哎，老娘，那个小兔崽子，我是拖拉机撞的，要不是你吴书记，你还能见着你妈？啊，你个小兔崽子啊！你个小兔崽子，丁贵儿啊，
给我站着站着！你干啥？你跟咱村自己卖茶，你能赚多少？你是跟我过不去，你跟自己过不去。我，你咋还能说话不说话嘞？那谁还能是个瓜子？能卖个好价钱，谁还往便宜卖？你就是个瓜子。那咱也没签合同，我可跟人家吴书记把合同签了。我听说大娘把你家的茶也给了吴书记了，你还叨叨着我那点茶干啥？这是给大娘的苹果，我就不进去了。哎，我都答应人家了。哎呀，叫啥呢？嗯，黑子，啊，咋回事？别挡了，党委知道你是曹金贵，回去吧，黑子，啊，回去，回去吧，快回去。曹金贵啊。大半夜的，你跑下边干啥去了？要你管嘞，这下面凉快，不需要我把你救上来，不需要，我走了。哎哎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倒霉到家了，大晚上你做个啥妖呢？瓜子，你下来干啥来了？你不救人吗？你把我救下来了，谁救你了？自己跳下来的。你就这样完了，我也没辙了，叫人吧。哎，这不许喊！为什么？你这喊，全村人都知道了，丢先人的脸了，不许喊！我把你还知道要脸呢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怎么调到这儿来的？还不是你们仓库那破狗把我撵过来的。你上仓库干啥去了？我干啥？哎，我老娘把我家茶叶许给你了，那我不得拿回来？我恨不得我这……呀，你还想动手嘞？第一书记打人，来来，给你打，给你打，打打打！哎，被你逼得没活路了，打呀打打！我说点啥好啊，曹金贵啊，你图啥呢？你这是？哟，这咋这时候下雨了呢？下刀子我也不怕嘞。你不怕？咱的顶棚还没修好呢，新收的茶叶呀，赶紧想办法。你背过去，你背过去，你要不要种茶叶？我要不要？要不要种茶叶？你背过去，快点，快点背过去，你要踩着你背上去了。快，赶紧搬！快点，好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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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，快点来。小心点啊！同志，吴书记，他给我，快，注意点啊！天灾人祸啊！哎呦，这马上要交货了，这可咋弄？吴书记，
茶我们上交了，钱不能少我们的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你那我们的损失得包赔吧？我家剩下的茶还是交给卖茶的吧。合作社就要签字了，你现在别挂。合作社成不了了吗？再说人家说多给钱呢。吴书记，良心让狗吃了，吴书记为了谁心里没数了。陶金贵，你少插嘴。咋了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了？就你还拔刀，那是刮了你。咋了？这里行了。把那个茶能抢救的赶快再抢救抢救，其他的我想法子。本来都联系好施工队了，又正准备抢修加工库房，就差那一步。不多说了，这个责任我担。这当然责任你担了，就怕你一个人担不起啊。那行动落后这毛病还是没改。这次损失的不只是你们安家坪的茶农，这次暴雨波及面实在太大了。县里已经尽了力了，我已经帮你们联系了农商行的贷款。太好了。不过人家说，贷款金额不能太大，先缓解一下燃眉之急吧。吴书记啊，我理解，可我真的是无能为力。你们不能按时交货。我不追究你们的违约金，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吧？是，很感谢。您要是再让我帮你们义务建厂房，这不是义务，不是义务啊。是不是我没说清楚？合作，我们是双赢。我可以签合同，保证你们将来的收益。你保证不了，谁也保证不了市场发生的事。我保证得了。我告诉您啊，您听我说，为什么我可以保证？我绝对可以保证。对不住了，首先说，吴书记，对不住，我还有个会要开。那好，那您先忙。啊，我在这等您。失陪了啊。哎，啊，啊，我等您啊。已经答应咱们，一起合办现代化大厂房了。啥厂房？现代化大厂房。我刚从市里回来，别干了。这几个人，尤其是把制造。钱书记，哎，咋样了？把那几个拍照片的已经安排住下了。住下了啊，好，支棱起来了啊。这批客人很重要，咱们呢绝对不能潦草。你这样，你把这个接待工作做完了以后，我先把工资结给你。但我有个条件。这我是先给你结工资的，才跟我谈条件。你说，你说，想听个提前结几个月工资，我修房子呢。呀，这是娶媳妇新妾了呗？跟娶媳妇没关系。我现在有本事挣钱了，不想。那你有啥打算？我就想把我那房子修好了，我也搞接待呢。你也搞接待啊？但是给你预支几个月的工资有点不太可能，咱想想别的办法。秦书记，你只要把那个房子这个事儿给我解决了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。呀，做牛做，我也不种地，我要这大牲口干啥？你干说这话，没那么严重啊。你先把工作给我做好了，你这个问题
我想办法。真的？真的。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行，我走了。行。哎，慢点，路滑。嗨，知道了。你家的富硒茶卖的比别家贵了，而且别家还有赠品了。看看，人家嫌贵。不一样了，我们的富硒茶有3000多年的历史，那是茶里的老祖宗。听我们村里老人说，那以前是给皇上上供的茶嘞。现在呢，啥都讲究个有机纯天然，我们大山的环境最适合茶树的生长，就连我们浇茶树用的水都是甜水井里的水，您喝的每一片茶都是我们茶农亲手一片一片从茶树上摘下来，然后用传承了上千年的古法制作。那您想，您喝的是啥嘞？是健康，是身份。我们山里人，我们卖的是茶农的希望，也只有您这样懂茶爱茶的人，才能让这好茶走出大山沟沟。高手还没迈出去呢，就高了。我们山里人交的是朋友，交的是心。改天您来我们山里来转转，到我家里来，我家里茶您随便喝。我们卖茶图的是份收入，也是一份情怀。这好茶不该在大山沟沟里打转转，对吧？谢谢，谢谢了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稍等啊，我离开2分钟，2分钟。成了，下单了。看见没，二叔？天才。金贵儿，哎，太可以了。我去趟厕所，紧张的不行了，这上厕所了。欢迎各位领导、乡亲们一起参加安平女娲生态富硒茶叶加工厂开业仪式。首先有请市副主办郭主任和县副主办周主任共同揭牌。安家坪茶叶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揭牌，别提多气派！感谢老战友，敬您一碗面。别瞅那虚头巴脑的。哎，我听说你那个什么文化基地好像挺火呀。我好像去了，活着呢。咱们现在啊，万事俱备，就差一个小东风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现在啊，就差一个优质平台啊。咱这东西不仅让它线上火，咱线下也得火起来。我跟你说，那连锁超市啊，超市你先别提了，我觉得超市啊为时过早，那是后话。现在弄个大集最实在。乡亲们，我都问了，双手赞成啊。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你有空你一个报告递上去呗。报告你来，你吧，我这边正忙着。你背着我偷偷摸摸干啥呢？谁偷偷摸摸的？你看，瞧见没有？啊，这是牛二要翻盖新房子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不是政府出资，这是完全的自己赚的钱，是不是牛二？来了，朱书记，嘿嘿，你好。我现在还正翻新房子，下回你再来康尼宫，你就住我家，我给你打折，听着没有？给你打折，打折。朱书记，那我忙去了啊。去，我也忙去了啊。那个报告的事你就全权代理了，好吧？挂喽。哎呦。牛二啊，哎，你可真是发达了，现在连咱秦书记都给你修房子。啊，我赚钱了，我自己挣的。没错啊，这个钱呢都是牛二自个儿赚的啊。现在连哪行都能赚钱了，让咱也见识一下。对对对，让咱们见识见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去给大家买饮料，一人一瓶。啊，不不不，一人两瓶。有人喽，铁公鸡拔毛了。这是斗真格的。啊，那当然。秦书记，哎，我去给你买最好的，你等等啊。别搞特殊化啊。好。哎，牛二，哎，来，咋了？等等，你慢点，你慢点。哎呀，没问题。咋了，秦书记？你啊，啊，拿这钱。不不不，秦书记，我现在有钱了，能赚钱了。你把那钱省着点，还得过日子啊。拿着。去。等着我啊！好。
虎子，来了，出去玩，哎，站走了，喝饮料吧，快来，哎，歇一会儿，歇一会儿，喝饮料。刘二请客，难得呀，请客，慢点，好样的！哎呦，这小子还拿两瓶，来，把手上活放一放，下来喝饮料来。好啊，可够累的。快进！有啥帮忙的？我过来收拾收拾，明天就要手术了。等他醒过来，他一定着急要这些东西。是，他的身体真是小意思。我相信，我还等着他跟我举行婚礼呢。决定吗？现在茶叶公司运转很好，签下了5年的订单，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回村呐。你也大可放心了。这可放心不了。你看看这个。安叔带着安家坪村2位班子成员，还有几个贫困户的代表，联合给我写信，支持你回家。小子，我现在不是以领导的身份跟你谈话，作为老大哥，我劝你几句啊。你工作完成得很出色，你现在离开，没有人会怪你。你不需要背那么大的包袱。没背包袱，真不是包袱。您看看这儿，这我怎么走，真有感情了。何况这仗没打完呢，还没胜利呢，哪有半截就自己退下来的？咱不争了这个啊，报告我先收下。你先准备考核的事儿，咱们来个冷静期。不用冷静。哎，你听我说，回去以后跟弟妹好好商量商量。哎，不用商量，我想好了，真想好。老婆，姐夫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儿子，小宝。看，哎呦，我的宝贝！让爸，哎呦，让爸爸亲你，干嘛？姐夫，行了，过来，过来，能那么久没回来，孩子能认识你吗？哄哄我姐，哎呦，行了，我要爸。臭燕，干什么？干嘛呢？嗯？你干嘛呢？你要干嘛？你来真的？啊？
咱俩好好聊聊，咱俩好好谈谈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咱俩真的没什么可说的。什么叫没什么可说的？我不同意，告诉你我不离婚。干嘛这是？你知道我有多难吗？安家坪436户，1346人，到现在为止178户，592人的贫困人口，还是劳动力344人。我扶贫扶贫，我是个扶贫干部，我扶贫扶到这个份上，我有什么脸走？我总不能开个假病假条，我把钱都塞在那个乡亲们手里，我好脱身啊！你看得起我吗？将来孩子看得起他这个爹吗？谁要跟你离婚了？谁说要跟你离婚的？那你这干什么？我是给你准备的换季的衣服。哎，在这，瞧瞧那样，瞧瞧，你就别再折腾我。好了啊，没不让你去啊。老天一出事儿，我就知道我劝不动你了。衣服我早都给你准备好。哎呀，其实我吧，我真的从来都没有。我知道，再给我一剑，啊？没事，我跟你说啊，多长时间都没事儿。但是就是一条，你注意安全。我还有小宝，我们俩不能没有你。再给我一剑，带他们脱贫致富啊！立刻回来找你，很快。哎，没事。你别老没事，别老吓我。正式报告本次考核结果之前，我想先跟大家说说这几样东西。这第一份是安家坪第一书记吴飞飞他递交的申请。申请内容呢，是要求延期扶贫。延期扶贫。这第二份是村两委代表联合打的报告。支持吴飞飞，暗示会员单位。这第三份啊，就是考核表了。这么个主动要求留任，被村两委代表用心呵护的扶贫干部，今天的考核又被打了低分。为什么？我举报。宝哥，你没意见？不信任的，没良心了。我就说这两天就有几个人，背着那个曹金棍嘀嘀咕咕，专得出事。叔，别叫我叔，说是不是你起的头？是。打死你！我给他打击了，我得留住他呀。出解释，毁了，误会了。咋回事？误会了，哎呦，咋回事？我没闹搞什么，不睡觉走了。兄弟，帮我呢，帮我呢，知道吗？您想想啊，他不给我打低分，我怎么留下？你知道吧？金棍兄弟啊，这回是真是帮我，谢谢你。大家以前也知道，我们俩有时候打打闹闹的，那不都闹着玩吗？可是说实话，要没有金棍兄弟老跟我较着股劲，我不能像现在这么矜持，是吧？谢谢，吴书记。行了，和我并肩战斗这个战友秦楠，他现在这病情呢还在观察中。可是大家伙放心一点，我们约定好的、跟大家承诺过的这个任务，保证完成，我们不会丢。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！你看，咱们引进了产业，建了工厂，这个产业扶贫是咱们稳定脱贫的关键，是致富之源。这个道理，大家都明白了，对吧？
咱们有一个了。现在还有一个，大家都知道就业，是咱们巩固扶贫的有力保障。这个我检讨，我们之前做的不太好，但是今年，我们决定，至少要保证每一户人家有一位劳动力，保证就业。我呀，今天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。过去一年啊，是我市茶叶发展高歌猛进的一年。你们安家坪发展的福溪茶叶是提质增效、转型的佼佼者。经上级领导，联合安康市茶叶协会研究决定，你们安家坪的茶叶公司正式并入茶叶协会。好，三个月以后啊，就是咱们安康大吉了啊。上级领导决定，把你们的福溪茶，还有康吉沟的绞股蓝，作为本次大吉的亮点产品，重点推荐。好，你还保密？好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个平时我喝茶没这么讲究，这个茶叶呀，它好，它不在这，非得这么倒腾那么倒腾，一顿穷倒腾，它就变味了，就变好喝了，变成酱油了，那不可能嘛！我们的茶好啊，你怎么泡都好，是不是？我横着泡，竖着泡，我就大碗茶，它照样好喝。您自己买回去自己泡，自己尝，看见没？又有人下单了。神兽，我也来30盒，谢谢。咋样，比你强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福溪茶的小五郎非常感谢。福溪这个东西，大家应该都了解了。这有人抢生意来，我去看看。哎哎，你别瞎闹，你别瞎闹。我离开一会儿啊，你过来，过来，别瞎闹。
各来俩，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茶道。好，好，好，一定要注意身体。好，一定保重，保重啊！我回来了，真行你啊，好样的，好样的。哎呀，嗯，疼，疼。走走。走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安康的父老乡亲们，大家上午好！今天真是非常热闹，这么多人一块来赶大集。那咱们安康大集活动马上就要正式开启了，首先有请我们市委张书记为大家讲话，掌声有请。父老乡亲们，我可不是今天的主角，我是来给扶贫工作队、给诸位第一书记来站脚助威的。过去的一年啊，我们市完成异地扶贫搬迁4.4万户，农村危房改造1.6万户，这就意味着我们全市18.48万贫困人口已经全部脱贫退出了。10个县区的贫困县脱贫摘帽，我们取得的这些成绩，省委省政府已经向党中央进行了汇报，我们也邀请省委领导参观我们安康的富硒产业，直到我们的富硒产业更上一层楼。本来我是邀请周志勇同志来给大家做汇报，但是此刻他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，他特别委托了基层的两位书记吴飞飞和秦楠同志代表他给大家汇报。现在有请吴飞飞同志、秦楠同志上台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家坪第一书记吴飞飞，这位是，是我们康机构第一书记秦楠。我觉得我们只是做了扶贫干部应该做的一些事情，我今天也是非常的激动。以我们安家坪为例，我眼看着300多亩的荒废茶园变成了致富茶园，年产值突破了150万。我特别要介绍的康机构第一书记秦楠，我们呢当兵的时候就是战友，他常年深入在基层的第一线，兢兢业业，前一段时间因公负伤，说实话我们已经做好了和他永别的准备，可是没想到今天他奇迹般的来到这儿，就像我们一个一个贫困村奇迹般的摆脱了贫困。原来我给他起外号叫老墨迹，我现在干事墨迹，可是我这次真正和他合作，我才感受到他为人民群众办事绝不墨迹。你说吧，你说。大家好，我是秦楠。刚才吴书记说到永别，其实我是真舍不得跟大家永别呀。我秦楠很荣幸在有生之年还能摆脱掉老墨迹这个称号。其实所有的这些点子都是吴书记出的啊，我就是在旁边出了点小力。更何况呢，如果没有吴书记那股子霸气劲儿，我不可能这么快的就从躺倒了到爬起来。从今往后啊，我也再不能管吴书记叫老道鼠了，因为吴书记所做的在我心中那就是第一名。谢谢大家，我给大伙儿鞠躬了。
这一天，天空树沾了脸，昨日的荒山变成桑田。这一天，白墙红瓦炊烟，对最后的土方说声再见。这一天，阳光如此暖眼，石头一破茧，花开如莲。这一天，小桥流水山间，朝阳里映出沉醉的家园。相聚在这一天，美梦终于等到实现，就让幸福填满你我心间。我们永远相信，只要有你站在身前，彼此一定会尽情书写最壮美的诗篇。相聚在这一天，美梦终于等到实现，并肩携手在新的起点，沿着同一个梦，不惧风雨坚定向前，让我们追寻更好的明天。更好的明天。